听早安。你睡饱饱了，是不是？小泳裙哟，有没有小泳啊？小泳裙哟，嗨，Give me five。哦，你好棒，你一大早心情好，是不是？哦，才刚讲完。哦，早安。给妈妈，嗯，妹妹给你，
熊永群的脚脚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翘着脚脚和捏捏？嗯，这个酒比较好喝。嗯，你衣服好可爱哦！你衣服又是什么？圣诞版的鱿鱼游戏？脚脚踢踢。嗯，专心喝奶奶。好，小永泉专心喝奶奶。哦，现在才踢踢。就念故事书给你听，念故事书刷牙牙睡觉吗？除了从祖母那儿听到的所见所闻之外，还想知道一些更多的事，尤其是最小的人鱼公主变蜘蛛，比谁都想知道地面上的事，每晚都透过蓝蓝的海水仰望着上面，每当有黑云似的东西经过时，便不禁摇摇手，他知道那不是金鱼就是大船，可是船里的人从来都不知道在海底有位可爱的小人鱼儿在向他们招手呢。老大终于迎接了15岁生日，即将到海上去，妹妹们都期待大姐回来告诉他们新鲜事。大姐怎么样？快告诉我们吧！真是美极了，坐在宁静的浅海滩，遥望着沐浴月光的大城市，远方的灯火像星星般闪烁着。教堂的尖塔传来划破寂静的钟声，还有人类的声音以及美妙的音乐声。最小的人鱼公主强力的心跳
请听大姐的诉说。那个晚上，她站在窗边仰望海上，继续想着地面的事。第二年，准许到海上去的是老二。当我浮上水面的时候，正是太阳西沉的时候，海空呈一片金黄色、红色或紫色的云霞从头上轻轻飘过，这实在是一幅很美的画面。这时，一群湖鸟掠过波浪，朝着落日飞去，残霞前面好像笼罩着一层白纱，隐隐飘动。然后我游向太阳的方向，可是太阳很快的西沉，海空一片红霞也逐渐隐退，而慢慢的趋于暗淡。小泳裙，你又不想听了吗？我们最后这一段。哦，这一年轮到老三去海上。这个人鱼公主是六姐妹里，等一下，小泳裙，等一下，是六姐妹里面最爱漂亮的了。好，明天再念我们老三他的心得感想。你来练习翻书好了，是不是你想要练习翻书了？哦，你要把书盖起来了。翻书了哦，翻书。你好会翻书，对不对？你小泳裙是最会翻书的小宝宝了。我们翻完书就要准备刷牙睡觉了。哇，好棒！我要翻回来。发现妈妈在拍，你要跳舞给妈妈看，是不是？小泳裙，你要睡觉觉了，你已经躺好了，准备好了。好了，要睡觉了，眼睛闭闭睡觉了。你做瑜伽，你又做瑜伽了，是不是？哎呦，你这么可爱呀、好了，泳裙晚安。哇，小泳裙你会开车哦，还一手扶不用扶哦，哇，这么厉害，这么帅，两三年后又不知道怎么样。好开心哦！小泳裙玩得好开心哦，开车车。你要去兜风，小泳裙去兜风，对不对？嘴巴。好开心。